放跑了九尾灵狐，还多说什么？西山一哭鬼，一个都别想活着。只因我和西山一哭鬼有约在先，等我处理完我的事之后，你们爱怎么样？细听尊便，我绝对袖手旁观两相助。九尾灵狐，谁敢伤害我的灵狐？老僧一等千里来此，但求阴骨赐予一面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神雕侠侣》在中视。